各位星马的朋友，我是成龙，我在这里先给您们拜年，恭祝大家吉祥如意，如意吉祥。中国有一句古话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现在正是各位为新的一年定一个计划的时候。现在呢，我本人也把我这两年来的心血结晶芯片 A 计划贡献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呢在新年的时候开怀欣赏，让各位笑口常开。以下是 A 计划的片段。奉署长令 ，A 计划继续执行。一二三四 ，A B C D， 大头绿衣抓人不着，吹逼逼，吹逼逼逼，就你逼！哎，他们在干啥啊？水井打陆井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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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给我！快吧！这波 A 计划不但代表了嘉禾公司精益求精的精神，也是我个人从影以来最满意的作品。 A 计划里面的动作难度是非常高的，也是我从没遇到过的新挑战，所以经常发生意外。为了满足观众，很多要求高的动作无论多辛苦我都要完成。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我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受伤的一些 NG 片段。A 计划里面还有我师兄洪金宝、师弟袁彪，他们在这部片子里都有优异的演出。现在我们师兄弟三人在这里给各位拜年，恭喜发财。今年是甲子年，每60年一甲子，我希望下一次甲子年我还是在这里再给各位拜年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